这次呢，我们一家就推出了这些超级限量版的水瓶，有很多颜色哦，而且哈、哦、有两个 size， 一个大个跟一个小个的。然后大个的呢会有600 ml， 然后小个的会有400 ml， 你要用大用小都可以。而且这次哈、哦，我们为了那些你真的不喜欢太亮颜色，你喜欢暗色一点的话，我们还有推出一个黑色的大个的水瓶。然后呢，里面还有什么你知道吗 ？Hanger， 就是你可以 hang 在手上啊。或者是、哦、你想要把它吊在车上啊，还是什么都可以。然后过后呢，里面还有一个这个 shaker， 就是你不需要用筷子，不需要用汤匙，什么都不需要用，那你只是需要倒粉下去加水，然后 shake 一下你就可以喝了，是不是超级方便的？可是哦，每次大家都问不懂要讲喝嘞，这样你可以用这个水瓶叫我们讲喝吗？当然可以啊，超级简单的。我现在要讲啊，讲用这个水瓶来泡意见。我们现在只要加粉，再加水，然后 shake 就可以喝哦。是啊，这样的话我们的粉可以 mix and match 吧？对呀、啊，我现在就是要 mix 啊，你看你的口味嘛，你要 mix 就 mix 哦。我现在要 mix 个黑豆跟那个薏仁，帮我开一包。原来是可以 mix and match 哦。对呀、啊。那我们要加多少水？水啊，水的话也是看你哦。如果你喜欢浓的话，你就加少一点水；如果你喜欢淡一点，就加多一点哦，都可以的哦。哦，就是看自己的口味啦。对，我们现在加的是有点 next 加水，不然大家都不懂讲喝。对呀、啊。对，我现在加水，我希望比较浓了，所以我现在要加一点进去。好。OK， 这样子就够了。好，我们先 shake 一下就可以了。哇，真的很方便呢。超级简单的，来拿去喝。这我要拿这个跟拿这个，然后我就去吃我的饼干了。